欢迎各位同学来到今天的空中大讲堂。今天要跟同学分享的题目是：博物馆应该要收费吗？那么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参观，那么应该要在故宫博物院的门口先买好门票，或者到台中的科博馆去参观，那么也应该在门口先买好门票。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于台湾的同学而言，应该老早就习以为常。 那但是，呃，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呃，或者是呃，有一些同学曾经出国参观过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呐，或者是伦敦的国家一廊呐，你会发现这些图书馆或者这些博物馆，事实上它并不收费。那各位同学可能会很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一样大的博物馆，或甚至于比台湾更大的博物馆，他们反而是呃不收费的？那这后面牵涉到相当多理念上跟文明上的位接上面的这个不一样。那么，一九九六年老师到伦敦去念书的时候，刚好台中市呃的市民跟市议会正在讨论台中要不要设立古根汉美术馆。 的这是个问题。那那个时候的台中市议会呢，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精算。如果把每一张门票跟它可能的游客的数量，把它通通加起来的话，发现门票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支应当时一间美术馆的这个呃的这个营运。那也因为这个理由呢，啊、呃，所以、呃、那个时候台中市议会的决定是。 呃，台中市不设置古根汉美术馆。同一个时间，就是一九九六年的年底，呃，老师所念学校的这个伦敦，呃，尤其是老师学校的这个前门呢，离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后门呢，走路只要三分钟就会抵达。而且后门进去呢，呃，也就是离我学校大门三分钟的地方，我就可以看到最多最多的木乃伊摆在那个地方。 那随时随地，不管从前门或后门进进出出，啊，从来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你应该要买门票或者是收费。可是，在同一个时间，也就是在台湾、台中在讨论古根汉美术馆要不要盖的同时，英国也非常热烈的在讨论大英博物馆要不要收费。而且，老师记得那个时候，呃，我们讨论的收费的金额就是要不要收大约五英镑。 也就是说，大约新台币呃两百多块到三百块钱啊、呃、左右啊，那时候有很大的这个争吵，尤其是呃老师的同学都是从各国来的，各个国家似乎都有一些他们的古文明的那些呃呃物品是收集在大英博物馆里面，那时候所有老师的同学都分非常愤慨，说大英博物馆如果觉得。 保存这些东西太花钱，那他可以选择把它还给属于呃我们这些同学原本的这个国家。可是呃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呃大英博物馆维持呃不收费。那事实上，伦敦还有一间非常有名的自然史博物馆，它是收费的，但是它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就是关门前的一个小时，它其实会开放一段时间，一小段时间是让 没有办法买门票的人，或者是买不起门票的，像老师那时候当学生，可以利用那一段免费的时间进到里面去参观。也就是说，别人可能参观一天的时间，那作为一个没有钱的留学生，可能就要分成好几天的方式，陆陆续续来做参观。那啊、呃，外国的博物馆之所以不收费，或者是他们有不收费时间的这样的安排，主要的原因在于。 外国人把他的美术馆跟博物馆定位为美术馆跟博物馆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可是同一个时间，台湾的台中在定位我们要不要有古根汉美术馆的时候，我们是把古根汉美术馆视为是一个游憩休闲的场所，因为是游憩休闲的场所，而不是教育的场所，所以理应由门票的收入来弥补全部营运的这个开销。 所以不设置古根汉美术馆，就成为在当时的台湾人的文明程度跟思考模式底下，不得不然，也必然会有的一个呃结论出来。那呃这两种思维模式的这个不一样，当然也某种程度的表现了两个国家文明程度跟思考模式上的不一样。那老师第一次进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事实上是跟 台中的科博馆一样，是跟着一群小学生一起进去参观的，啊，那个时候，呃，心里面有非常的感慨，因为三十几岁才能够啊、呃、得到一笔奖学金到英国去念书，可是这群小朋友从小就可以拿着一张纸跟一支笔进到呃博物馆里面去教交他们的这个作业，那这个中间两者所得到的待遇是非常大的这个不一样的。 以上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这一集博物馆要不要收费背后所牵涉到的思考模式，跟不同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对照跟比较。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呃生命教育的这个第六讲。那第六讲有两个主题要跟同学一起分享。第一个主题是呃依据人类理性所要求。 的快乐，它有没有层级之分？那么第二个，要跟同学分享的是经济学里面经常讲的经济效率或 PARALLEL 效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呃开始来分析呃理性所要求的快乐应不应该啊、呃、分层级来加以计算？那么呃，Jeremy Bentham 也就是边沁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效用主义呢？ 因为必须要把个人的快乐跟满足加总为总体的快乐跟满足，啊，这个时候有人对边沁提出了一个啊相当难回答的这个挑战，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快乐是属于比较高尚的，可是有一些快乐呢是属于比较这个平庸的，例如，啊、呃，在家里打麻将，呃，或者是玩牌所产生这个快乐，跟我们到国家音乐厅。 去听歌剧所产生的快乐，这个会不会是在呃高尚跟平庸的这个程度等级上面不同的这个快乐？那这两种快乐把它拿来一起加总，这样难道是一个对的事情吗？那么边沁所给的这个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格来定义哪一种快乐是比较高尚的，还有哪一种快乐是比较平庸的？ 每一个人的快乐跟满足，不是应该要受到同等的对待吗？这个是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啊、呃，曾经提过的效用主义让我们啊、呃、既喜欢又啊、呃、痛恨的原因之一。我们喜欢它的理由就是，每一个人的快乐跟满足通通都算数，而且没有什么高尚跟平庸的快乐跟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每一个人的快乐跟程度。 呃的这个满足的这个程度都会受到相同等同程度的这个重视，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边沁的理论啊，他当他受到这种挑战的时候呢，啊，他就非常难以回答，在呃高尚跟平庸的快乐之间如何做出一个区别。那么在效用主义的阵营里面，呃，有一位另外一位呃相当重要人物叫密尔。 他的全名叫 John s t o a t Mill，那么他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呃，他其实目的是想要啊、呃、加强边境的这个呃理论，而不是想要去削弱边境的这个理论。他尝试着在呃效用主义的范围之内，帮忙边境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承认，呃。 快乐跟满足的程度的确有比较高尚跟平庸的这个区别。那区别他们的最好的方法是以定性的方法，而不是以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快乐。那呃，米尔呢，就是 John s t o r m i l 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老师非常喜欢引用来作为骂同学的这个内容，因为这个内容呢，没有看到任何一句不好听的话。 啊，米尔、uh, 说，呃、uh,，我们人宁愿做一个呃、uh, 不快乐的人，也不想去当一只呃、uh, 快乐的猪啊，uh, 因为毕竟还是当人比较好，而不是当猪比较好。我们宁愿当一个不快乐的苏格拉底，而不愿意去当一个快乐的这个笨蛋。那如果呃猪、uh, 跟笨蛋啊、uh, 不同意这样的答案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只知道属于他们的世界的那一半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啊，猪跟笨蛋会不同意，是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当人跟当苏格拉底的不快乐长的是什么样子。那么在啊，中文里面有一句类似的成语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呃情况，就是夏虫不可语冰，就是你没有办法跟夏天的虫子讲冬天的。 冰雪下来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在他的夏天的虫子的这个呃经验，跟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境遇里面，他并没有经验去体会过冬天的那个冰雪的感觉啊、呃、是什么？但是呃，密尔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人，如果他有机会在这两种快乐之间，呃，所有经历过这两者的人。 几乎都会同时选择其中的某一种，而这种选择跟任何道德上的责任啊，通通都没有关系。那么只要做出选择，我们就可以判定哪一种才是较为偏好的这个快乐。那密尔这样的解释虽然尝试为效用主义留下了啊他原来的理论的这个正当性，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也碰到了。 呃，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呃，当两种快乐跟满足的程度让一个人同时都经历过的时候，他真的会去选择那个比较高尚的快乐吗？那么，呃，密尔他的回答是，呃，应该是会的，而且都毫无疑问的，大家都会做相同的这个选择。那么，在现实的世界里面，这样的论述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们不太知道。 是不是所有的人，当他同时听了国家音乐厅的这个歌剧，同时也啊、呃、到自己的桌上去玩了麻将，然后之后就会觉得听歌剧事实上是比较有趣的，而玩麻将是比较啊、呃、平庸的这样一个快乐，而因此而选择到国家音乐厅去听歌剧呢？我们并不知道。那么第二个是这两种选择之间，当然在玩麻将跟听歌剧之间没有任何的。 选择是跟我们道德上面的责任或义务是有关系的，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快乐跟满足的程度会牵涉到我们任何的道德义务上的这个责任而有所关联呢？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无关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在呃空中大讲堂里面去讨论啊英国首相跟小三之间的啊种种。 的这个啊、呃，被社会所议论的这些纷纷扰扰的这样一个观点，小三之所以会被议论，是因为我们怀疑这个当事人呃选择跟小三在一起的快乐高于跟原配在一起的快乐。可是当他做这样选择的时候，难道任何的道德上面的责任一点点都没有关系吗？有没有人可能因为？ 道德上的羁绊，而选择那个对他而言快乐的程度比较少的那个选项，因为啊、呃，你在某一些关系里面，你给出了承诺，而承诺事实上是我们在伦理学里面，或者是在啊、呃、法院的判决里面，最后定义什么叫做家庭、呃，而因此认可啊、呃、同性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那如果任何的选择， 有一部分的选择，事实上确实因为牵涉到道德的责任，而因此人会自动自发的去选择快乐程度比较低的那一个。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么呃，密尔尝试为边境解套的这样一个论述呢，事实上不知不觉之间，或在或者在呃不小心之间，会挑战到边境。他所原来的这个论述。这也是。 呃，呃，我们叫做呃效用主义，它在我们伦理学上面用来作为资源分配的原理原则的时候，它最后的一点小小的人性面的这个瑕疵，没有呃经过很圆满的这个解释跟解决。那这样的一个讨论呢，就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呃我们在这一次的讲题里面的第二个这个主题，就是所谓的 p a r t t o 的这个效率。 那 p a r e t t o 是呃十七世纪的一个呃意大利的哲学家，那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个呃定义，啊，我们把这样一个呃定义呢，把它称为叫做 p a r e t t o 的 Improvement，叫做 p a r e t t o 的这个改善。它的定义是在没有任何人变坏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使得至少有一个人会变得更好，至少一个人或有某些人变得更好。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可以达成，我们也去达成它的话，我们就达到了某一些 p a r 帕累 o 改善的这个效果。那什么叫 p a r 帕累 o 效率呢？p a r 帕累 o 效率讲的是，如果任何的 p a r 帕累 o 改善的情形都已经发生完毕了，如果都已经发生完毕，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在改善某一些人的这个状态的情况下。 当这种状况达成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群体已经处于一种最具有帕累托效率，或最具有资源分配效率，或最具有经济效率的呃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事实上是经济学在总体面想要追求的一个最圆满的一个目标。当然，帕累托效率的这样的解释，在老师上。 课这个三十年的这个期间呢，都，呃，不容易跟同学解释清楚，啊、呃，不相信的话，我再把这句话再念一次。我发现，呃，念通常在念十次的前提之下，同学也不清楚什么叫做帕头效率。那它变成是一个在上经济学的时候一个最难解释的一个概念。不过，呃，有一次老师要去上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同学刚好开庆生会，两个月开一次。 同学会买一些汽水啊、饼干啊来开庆生会。那那一次老师要去上课之前呢，同学的庆生会刚刚好开完，所以老师去上课的时候呢，啊、呃，我的桌上就摆了啊、呃，同学买的两杯汽水，一杯是绿色的哈密瓜口味的这个汽水，啊、呃，另外一杯呢是呃橘色的橘子口味的汽水，啊、呃，这个橘子口味的汽水跟今天呃我们会去买的芬达汽水。 啊，呃、非常的这个相似，啊，不过基于老师自己的偏好呢，呃，我个人比较偏好哈密瓜口味的汽水，所以当我坐下来之后，就询问了我旁边的同学，啊问了他说你比较喜欢喝哪一杯汽水？那他给我的答案让我觉得非常满意，因为他比较喜欢喝橘子口味的汽水，那我当下的动作当然就是拿起那一杯橘子口味的汽水。 跟他交换哈密瓜口味的汽水，透过这样的交换，我的利益事实上或者是快乐跟满足的程度增加了，因为我拿到两杯哈密瓜口味的汽水。可是旁边这位同学呢，跟我交换汽水的同学呢，他的快乐跟满足的程度也增加了，因为他手上拿了两杯橘子口味的这个汽水。我们这样的汽水跟汽水的这个交换，事实上就是。 一种有 Pareto 改善的这样一个交换。那当所有可能的这个交换全部都交换完毕了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在不牺牲别人利益的前提之下来增进特定的人的这个利益。那当所有的交换都完成之后，我们就会说，我们是处于一种具有 Pareto 效率或者经济效率的这个状态。所以，透过这两杯汽水的这个交换呢？ 啊，老师刚好在这样一个时机就很恰当的解释了什么叫 p a r a l e 效率，给同学了解。不过，为什么交换汽水就可以宣称它是 p a r a l e 效率呢？主要是因为同学如果把这两杯汽水里面的任何一杯想象成是你口袋里面的铜板或钞票的话，那事实上，当你拿出口袋的铜板或钞票跟交易的对象。 去交易任何的商品的时候，包括你到超商去买一瓶矿泉水，或者是买一块蛋糕，事实上交换跟交易的双方同时都获益，彼此的快乐跟满足的程度都在增加的前提之下，同时你又没有损及到社会上所有其他的人快乐跟满足的程度，所以这样的交易或交换就变成是一种可以有 p a r t 累托改善。 或促成帕头效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事实上是隐藏在经济学的原理原则跟市场交易的原理原则背后的它的效率的主要的这个来源。不过，呃，同学不要忘记，这样的交易背后事实上还有一个更基本的机制，它必须要先完成，就是必须要先做分工。 那么，通常在上上过老师的经济学之后呢，呃，我会提醒同学呢，呃，当你碰到有人问你问题，说如何促成一个机构或一个群体它的效率的时候，不要老是把问题的答案想成是竞争，认为竞争会带来效率。所有的经济学都告诉我们，真正的效率背后的根源来自于分工。 这个分工呢，让老师可以坐在这个地方，用我的专长来给各位同学上课。那么我不用去自己种稻子，啊、呃，不用自己去养猪跟养牛，我就可以用我在我自己专长范围之内所做的工作，而且是在一个比较有效率也达成比较圆满的结果的前提之下，所换得的工作成果的这个工资。 拿着这个工资去跟非常会种稻米的人交换稻子，跟非常会养猪的人交换猪肉，跟非常会养牛的人交换牛肉。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换跟交易所带来的这个效率，以分工作为前提，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总体效率的这个来源。那这个也是隐藏在所有的经济学的背后，跟市场经济的背后，它的效率的。 这个真正的这个这个根源，那么在我们了解到 a t 托效率的原理原则之后，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当政府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当他宣称说他是以 a t 托效率或最有经济效率的方式在做分配的资源的这个基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呃，政府他必须要透过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的这个方式，那么来做。 呃，到底要不要做这样一个资源配置的一个决策？可是这个决策的这个背后和啊，真正的我们刚刚讲的 parato 效率有几个基本的这个不一样啊。其中的第一点啊不同，来自于啊 parato 效率的呃衡量的一个基础是透过一个呃实际的市场的交换跟交易，可是。 成本效益分析的背后的基础，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交换或交易，而是透过一个虚拟的市场的一个交换或交易作为它分析的一个基础。这个是第一点不一样，也就是说，当真实的市场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成本效益分析。那么第二个差异呢，是决定交易的这个权利。 啊，并不是在交易的这个双方，而是由第三方来做决策。这个第三方其实就是政府。也就是说，受益的人跟受害的人，或者是交换的这个双方呢，他们本身并没有进行我刚刚所讲的那样一个成本效益分析。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是因为当我们决定用我们口袋里面的铜板去买啊矿泉水的时候，我们在内心已经经过一个成本效益分析。 只不过这个成本效益分析呢，非常的简单，不需要用白纸黑字的方式计算出来给自己看。但是这个决定权是交，是不是交给第三方去决定的，而是交易的其中的一方自己决定的。那么它的第三个差异呢，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交换或交易的结果必然有赢家跟输家。可是，在刚刚那两杯汽水的这个交换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啊、呃，各方全部都是赢家，而是没有输家的。可是由第三方透过虚拟的一个市场，由政府来帮你做成本效益分析的这个结果，往往真正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就会有赢家跟输家的这个区别。这是排位头效率在透过市场机制跟透过政府的分配机制在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时候。 他们最大的这个不一样，那么呃，老师讲到这个地方是尝试用多年的这个经验跟同学厘清经济学里面所说的呃三一理论，事实上就是把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这样一个法则，这样的一个呃效用主义的这个法则，跟经济学里面所讲的 p r a t o 效率的概念以及。 政府所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三个理论把它合成为一个理论的这个结果。那可是这三个理论的跟概念的来源，事实上都非常的不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这个利益，事实上是整个效用主义，它在做分配资源的一个呃基础。p r a t 托效率主要是在解释如何透过市场的机制。 而成本效益分析在解释的是如何透过啊政府的决策的这个机制，三个所用的场景跟它的概念的这个根源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可是因为经济学透过这把三个理论合为一个理论的这样一个方式，事实上它已经主导了人类重要资源分配的这个原理原则。 超过两百年以上的这个时间，所以呃老师才需要特别花时间，把这三个理论之间他们相同的地方以及不同的地方，来跟各位同学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区分。那也提醒同学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呃，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在思考方式上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做社会资源分配的呃方式上也好。 最常使用的这样一个原理原则，事实上，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要多一点点的小心跟谨慎的。记不记得，呃，台湾在盖呃核四电厂的时候，那个时代的行政院长说服台湾人民要盖核四厂的最主要的原因，只有来一个原因，就是全台湾多数的人都需要用电，就是这样。 仍然是用效用主义里面的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这样的一个原则，用经济学理论里面的排头效率那样的包装，透过政府成本效益分析这样的一个方法。事实上，这个核电厂的成本效益分析事后被证明为太低估了核废料后续的这个处置成本，也就是在成本效益分析里面。 非常容易透过政府的这个专家的这个理性的限制的这个机制呢，呃，某种程度低估了成本，而某种程度又过分高估的这个效益。那么，相同的，在成本效益分析里面，在作为健康领域跟医疗资源分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有可能有相当多的成本没有被呃计算到，而如果有一部分的这个效益。 在当初被高估，而事后证明事实上它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或那么大的长期效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当初所计算的成本效益分析，可能就有啊、呃、这个偏差的这个风险，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同学所分享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益它的理论限制的一个部分，我们用来作为。 啊，医疗资源分配的这个原理原则的时候啊，必须要谨慎跟小心的谨慎跟小心的地方啊。今天的分享到呃这里为止，呃，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